SM 新女团 S8 九日出席广播节目，成员们个别分享了自己的出道契机。除了日本成员 GJO 之外，其余三名成员都是被星探挖掘的。曾以 SM Rookies 公开过的中国成员妮妮，在队内担任主唱的她，唱功实力坚强。在韩国当练习生之前，就曾参加过中国的歌唱节目。公司的星探看到节目后，便邀请她进公司。而另一名成员 Winter 则是在参加舞蹈节时被星探搭话，问她想不想当艺人。Karina 被发掘的方式更特别，她在进公司前经常使用社群平台，而公司的人在当时透过 Instagram 私讯她。有趣的是，三位成员都一度以为是诈骗，而最后一位成员 GJO 是唯一一位以选秀出道的成员，而他参加的选秀正是号称 SM 最严谨的周六公开试镜，通过几率非常低，几乎是精英中的精英才能通过。在他之前透过周六试镜成功出道的，这么多年来仅有七位前辈，看来出道前最神秘的 GJO 真的是 SM 的秘密武器啊。